因为传世品当中啊，目前还没有发现红字款的官窑款的这种对台瓷器，所以说呢，红字朝是否烧到过官窑的斗台瓷器，现在是不得而知，不得而知。那么正德时候的斗台瓷器呢，有，也是数量很少。造型呢，我们现在目前见到主要是炉跟玺。正德时候斗台瓷器啊，炉跟玺这一类的东西。比如说斗彩缠枝石榴纹三足玺啊，这个在口沿这儿写正德年制啊，楷书四个字。那么嘉靖到万历的时候呢，斗彩瓷器烧到也是很少，而且呢，从传世品来看呢，这个时候的斗彩瓷器啊，主要可以分成两种啊，一种就是说仿成化斗彩瓷器啊，嘉靖万历的时候，另外一种就是创新器。就是不是仿成化斗彩的这种，当然了，这个时候仿成化斗彩瓷器啊，只是简单的模仿造型，它有纹饰呢，与成化斗彩瓷器呢，比较相似啊，造型它有纹饰与成化斗彩瓷器比较相似，但是它的彩色受当时的五彩的影响啊，没有成化斗彩瓷器那么淡雅，它呢比较浓艳，尤其是这个时候说用的青花料，因为它这个时候仿成化斗彩瓷器啊，它用的不是平整青，就是加办的时候，它用的是回青的，所以呢，它的青花的颜色呢跟成化斗彩也不一样啊，显得浓艳，那个青花的颜色。比如说咱们看到的嘉靖仿成化斗彩的这种有这种折枝灵芝纹的盘啊，画折枝灵芝的啊，折枝灵芝。还有莲池鸳鸯纹盘，英系纹杯，仿着成化斗彩那种英系纹杯，还有这种折枝菊纹杯，折枝菊花这种小杯，都有，它都是模仿成化斗彩瓷器的造型纹饰，造型跟纹饰，但是它的款呢不写成化款，都写大明嘉靖年制款，也是青花楷书六字双行，青花楷字六字双行。外边加一个方框，双方框，就是嘉靖时候仿成化斗彩瓷器啊，它虽然是造型纹饰模仿的，但是款儿不模仿，一般都写当朝的款，写嘉靖的款，大明嘉靖年制。另外就是说这个隆庆的时候啊，有这么一类东西啊，不是，就是写隆庆款的有这么一种杯子，它这个杯子啊，后来我们仔细观察以后，它这个外底啊写着大明隆庆年造，是红彩写款啊，红彩写款。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隆庆时候这个东西啊，它虽然写着大明隆庆年造，这种杯子呢，它实际上是成化的杯子。成化杯子啊，它就把这个款磨掉了，把大明成化年制这个款就磨掉啊，加上一个大明隆庆年造红彩款，又上红彩。哎，这种东西有，我们故宫有。啊，台北故宫可能也有这类东西，啊，大家注意，就是有这么一种杯子，它是改款的，啊，它实际上这个杯子是成化的杯子，它隆庆年，它成化款磨掉，它是加个大明隆庆年造红彩楷书款，啊，有这种东西大家注意，但是杯子是真的成化的，啊，是真成化的，这个我估计可能是隆庆时候啊，可能也想仿这种成化的，他估计他仿不出来，然后图个什么字儿，把这个成化的杯子啊，给你款磨掉，给你写个隆庆款儿，啊，就可能是这种。价值不一啊，是啊，就是他这样一改，他价值肯定啊，对，他估计他技术上可能是他也很崇拜这种，但是他很难做出来，这种不多啊，不多。那么万历时候仿成化斗彩瓷器呢，也是有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个。按照成化斗彩，就是仿成化斗彩这种，按成化斗彩造型纹饰都是做，按照成化斗彩自己来做的，啊，另外一种也是属于这种创新的啊，比如说，万历时候仿成化斗彩的有这种，也是有折枝莲花托八吉祥啊，托轮罗伞盖华满玉裳有这种碗啊，另外还有比如说菱形开光的这种碗的外壁啊，有个菱形开光，里边画折枝花果，这种碗都是仿成化斗彩。还有团状的啊，团花果的碗，啊，团花果的碗，
还有凌云纹杯，画这个凌云纹杯。还有这一类的东西，另外还有这种，比如说团状的莲花纹，团莲花纹的高足杯，还有缠枝莲纹罐，这种东西都是仿成化州材，都是仿成化州材。一般的都是，但是它也是跟嘉靖一样，它写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纹青花款，写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纹青花款。外边围着双圆圈或者是双方框都有，也有写六字一排块这种万历时候跟嘉靖时候的这个都是这么两种都是有仿成化州材的一种，还有这个创新的，比如说万历时候创新的，它有一种陶帖纹的这种方底方底。是斗彩瓷器，但是它不是仿成化，成化没有这种，成化斗彩哪有方底嘛？它这是一创新器，陶铁，陶铁。四方底，它是斗彩，但是它不 是仿成化的，那么万历三十六年以后，基本上斗彩瓷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烧造了，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所以斗彩瓷器呢，它烧造也就是告一个段落，终止了。所以整个明代斗彩瓷器的发展是这么一个过程。重点呢，大家就是要掌握这个成化斗彩瓷器成化斗彩瓷器，因为后来仿斗彩瓷器主要是仿成化斗彩瓷器所以呢，大家重点就是要把成化斗彩瓷器掌握好。下面我再讲一下面这一部分，就是再跟大家呢讲一下成化斗彩瓷器的鉴定要点。鉴定要点那么我刚才讲成化斗彩瓷器从明代晚期就仿清代也仿，民国也仿，现代也仿，尤其是99年以后成化斗彩吉冈鳖鹕说他拍出2,917,000这个价格以后好多人这个九村制高仿制呢都注意到这东西这么值钱了，就开始仿的更多了，仿的更多了。刚才我讲他仿制呢有一些，他还采取那种撞底接底，也有这种方式那么仿品呢，大家要注意的是并不一定都是完整期见到的，有些呢景德镇现在新仿以后呢，再给你打碎了再给你粘起来搁土里埋一下，它是号称那个意思说是御窑厂遗址挖出来的修复的，这种我们见过很多了很多了，这个现象大家要注意不一定它你见到的仿品都是一点毛病没有的完整期也有这种打碎以后给你修复以后粘起来冒充御窑厂遗址出的这种也有。那么咱们鉴定的时候呢，主要应该把握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造型造型。造型呢，大家一定就是要千方百计要多去看真品。这个博物馆的也好或者是书上也好图录也好这个拍卖行也好大家要找个机会呢一定要多看真品。要记它的这个形体的特点。只要你多看的话，我想对于那种貌似神离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真的一眼就看出来造型方面我上回给大家说到成化斗彩瓷器造型就是那么几种就是那么几种瓶也是那么一种盒呢只有圆盒一种所以说呢你如果见到超过这个范围的东西你就要注意这种可能性很少比如说你出现一个方盒四方盒上面写大明成化年制，这种你就要注意我上回也举过例子，梅瓶出现梅瓶写大明成化年有这种东西确实有清代就有，在梅瓶这个外地加大明成化年这块就有，现在也有遇到这种东西那你心里就要有数了是吧，玉壶春瓶也是所以说呢造型上呢基本上超不过我上回给大家介绍那些造型的品种遇到超过这个范围的就要注意一般情况都是属于后仿品所以这个造型呢大家一定要多看真品
现在出了图录，有的也印刷也很好了，你记造型可以通过图录来看，也能记个大概啊。这个倒不一定说造型非得完全都得看这个实物啊，图录上您看看那个印的比较好的啊，比较准确比较可靠的图录，你也可以默记一下它的造型，默记一下造型啊。另外就是它的形体特点来说，它比较娟秀啊，比较娟秀，棱角上都不是那么愣啊，这是也这一方面也很重要的啊。另外就是说呢，第二个就是纹饰的内容和画法啊，图案的内容和画法。上午给大家介绍过，成化豆袋瓷器呢，它的花纹图案以各种花卉花果最为多见，是吧？花卉花果最为多见，有的还配以蜜蜂啊、小鸟啊、蝴蝶啊，哎。英系纹就一种，成化豆袋实际上英系纹的就一种，就小孩放风筝，在那放风筝，哎。所以你如果再发现只画小孩的、儿童的、干别的，哎，这种东西你就要注意。小孩放风筝，一面画放风筝，一面是斗草在那，啊，那个杯子上。那么其他的人物纹，比如说，就有只见到有高士图，上面画的是高士图。高士，什么叫高士图呢？比如说画这个王羲之爱鹅，是吧？陶渊明爱菊。还有周敦颐爱莲，周敦颐爱莲，还有携琴访友，就是俞伯牙呀，携琴访友。这些房子只有这几种。如果遇到画其他纹饰的人物纹的，就要注意。再就是我提到过，成化豆袋瓷器上，我上午说过，有龙纹，但是没有凤纹。目前我们发现没有凤纹。所以说呢，你了解了这些图案内容啊，对于你鉴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就可以避免就无谓的去上当。不会上当。绘画技法方面，我上午其实给大家也提到过，我这儿再强调一下，成化豆彩瓷器我上午提到过，都是平涂，是吧？石材，哎，没有渲染，上面这个彩啊，它不会出现那种啊，这个花瓣这儿有浓有淡，没有这种，都是平涂的啊，平涂的。而且呢，我刚才上午提到一个帅意。填彩率意，经常溢出图案轮廓啊，这个要牢记。那么画的花卉方面呢，因为它彩色刚才讲是平涂画法，所以花物阴面。经常我们说花画的花啊没有阴面，花无阴面。叶无反侧，花的叶子没有反侧，它没法表现，它平涂怎么表现呢？而且所绘人物，不管是老啊，还是这个高士啊，还是这种儿童，都是一件单衣，都穿着一件单衣。它不表现衬衣，不表现里边没有衬衣，这都是大家注意。如果你看他有画的这个人物画的这个衣服啊，里边还画了好多这种，比如说内衣衬衣在这儿，有个外衣，这种就要注意。他不这么画，但是这种特点往往后仿者有的不知道，哎，他就给你就画上这个有衬衣的，哎，后仿者往往不知道，所以这个对于我们鉴定真伪的。也是很有用的，啊，也是很有用的。再就是胎釉，第三个就是胎釉彩方面要注意。成化豆彩瓷器，咱讲它的胎质洁白细腻，我上午说了，哎，
釉面莹洁如玉啊，很干净，像玉一样。我说它是被推为明代瓷器瓷质方面、质量方面是之冠，成化斗彩的瓷器。那么有时候啊，一件成化斗彩的瓷器啊，如果你从造型、纹饰、胎子啊也确定不大了的情况下，啊不，造型纹饰方面啊都看不出毛病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根据它的胎色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来鉴定的时候，孙老先生也总结出这个特点，就是如果是这个真正的成化斗彩瓷器啊，在强光下照射的时候，啊。它的胎子呢，颜色带点肉红色，略微带点肉红色，或者是牙白色，啊，这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后仿的成化斗彩瓷器，往往呢，特别是青仿啊，往往这个胎色强光下照射的时候，它是青白色，泛青白色，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再就是我上面提到过，在彩色方面，绝对成化斗彩瓷器绝对没有黑彩，这个一定要牢记，没有黑彩。而且我说过，黑彩的使用不超过牙白，而且我说过，这个黑彩的使用不超过正度。那么后仿成化斗彩瓷器的彩色方面有什么毛病呢？往往它失彩啊，非常失彩的时候。非厚即薄，啊，不是这个彩涂的厚了，就是薄了，啊，而且尤其是黄彩、绿彩跟紫彩，往往是不够鲜亮，啊，不够鲜亮。就是说呢，它的后仿成化斗彩瓷器上这个彩啊，不是厚了就是薄了，非常湿的彩，啊，而且这个红彩、黄彩、紫彩不够鲜亮。我说的红彩经常配什么红油漆那种感觉，哎，一看就是红油漆，哎，发木那彩啊，发木不鲜亮，哎。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大家要注意，就是说成化斗彩这个罐儿啊，斗彩的罐儿外壁靠近足的最下边这个地方。斗彩瓷器罐儿啊，靠近最下边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应该有两道悬线，一般的这个罐儿啊，靠近最下部这块有两道悬线。那么两道悬后下面这道悬线下边跟这个足之间这个地方，往往它涂黄彩。往往就涂有一周黄彩，下边这道悬线跟这个足底之间这个地方很窄，这么一点，它要涂一周黄彩。哪道悬线？悬线下面这道悬线跟足之间，它两道悬线，对，下面这道悬线跟足之间这个地方，往往从化斗彩的罐上，我不敢保证每件都有啊，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一周黄彩，这个有时候往往他们一般不会注意这个。那款式方面，上面第四个就是款式方面，我上午其实上这个已经讲过了啊，讲的比较细了啊，它每一个字都有特点啊，就要再就是要记住，没有四字款，都是六字款，都是楷书，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它的双圈款，成化斗彩瓷器啊，大明成化连制六字双行外边加双圈这种，这我要提一下。它一般的双圈的颜色呢，深浅不一，两个圈啊，内圈跟外圈深浅不一，往往是内圈色浅，
外圈色深。你这说是罐吗？不管罐还是盒啊，它只要是六字双横双圈啊，外圈色深，内圈色浅，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那这个就是当时啊，它画圈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罐儿，它画圈的时候，它是扣在这个陶车上面转动着了，它那毛笔跟这一点，它就一边转，它就是画出圈来了吧？哎，那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外圈碎动作，哎，先画外圈，说明它肯定是这样的，接着再画内圈，可就是内外圈色深，内圈色浅，应该是这样。因为它这个陶车的这个罐儿在这个陶车上转嘛，它这个笔毛笔蘸青花料往这一点，它就画出来了，把在这儿转，它一点之后一下就画出一个圈了。再画一个圈，说明先画了外圈，后画内圈。这是这个也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参考鉴定方面啊，鉴定作为鉴定的一个参考。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如果这个框线就跟拿尺子笔这画出来一样的，这种就要注意了，有问题。而且它在这个重笔的地方，它到这儿停顿了，到这儿停下来又开始起笔。重笔的地方往往是色深，四个角色深啊，四个角的青花颜色深啊。有时候这个角呢还会出现，四个角的地方还会出现断笔现象，它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出现断笔现象，都有都对的啊。它没有完全，它就拿手这样随意画出来。所以说遇到特别规矩的框线要注意，就会拿尺子比出来的啊，比着画出来的，他当时不可能拿尺子比着画，所以颜色呢重笔的四个角呢往往是深一些。这些特征呢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这个不难记，而且要记住，它这个不管双圈款还是双方框款，它这个圈线呢、框线呢，都是紧包着这个字，紧紧的围着这个字。如果这六个字离着框线很远，离着圈线很远，这种要注意。它一般呢就是紧围着六个字。啊，紧围着六个字，他不会这个字啊，在中间六个字在中间，然后框线这个圈线很大，这种都有问题的，啊，都有问题。仿品有这种，他不知道这个特点。双方块也是，啊，他不会离这框线啊，离的距离很大的。这些特征呢，都是我们要这个牢记在心的，牢记在心的。第五点就是它的修坯的工艺。这个实际上我上面我在这之前我也提到过这个点，因为成化豆彩瓷器是很讲究修坯的啊，修坯的工艺很精细，工艺很精细。底足呢一般都是干净利落，底足很少有沾沙现象。总而言之一句话，成化豆彩瓷器的鉴定啊，还是离不开实践啊，离不开实践。我们一般说见真才能是假，对不对？看到真东西你才能认识假的，没有见真的情况下你很难说看出这是假的。所以我说呢，一味儿的纸上谈兵啊是学不会见真的啊，一定要。现在大家可能有时候看这个完整的器物啊，真品啊很难，但是有些标本呢，现在私人手里有不少，可以找机会呢摸一摸，这个也很管事儿啊，很管事儿，就是标本啊，标本，这个你可以仔细观察啊，仔细观察，所以整个成化豆彩瓷器呢，我想大家只要掌握我上面给大家介绍这些特点啊，我觉得有些一般情况下是不至于再去上一些当，哎呀，真的，你把这些特点掌握了。下面咱们先看一下斗彩的幻明天，好吗？而且它这个瓶啊，底下
它外底它是双圈足，外底有这个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加的双方框块，而且它这个款也这都很浅淡啊，青花啊那个颜色很浅淡啊，这就是单一的，这就是单一的一种用了单一的一种绿彩啊，没有别的彩。这个瓶儿，你看这个绿彩是不是泛黄啊，发点黄啊？当然这个幻灯片啊，它反映的并不是很真实，并不是很真实。就这么，就唯一的一种瓶儿，而且传世很少。这藏的什么地方？这故宫上海都有。啊，我们那件还在陶瓷馆摆着呢。这个就是成化斗彩的团联纹罐，团联花，哎，咱们我上午给大家说过，成化斗彩瓷器呢比较盛行这种团状的图案，这就是团状的，哎，啊，团状的图案。这眼盖还是圆盖，现在能保存下圆盖的还真是不多啊。你看它这个红彩啊，很鲜艳，是吧？很鲜艳。好，它造型很饱满，很圆润，很饱满。这个造型也很难仿到这个这么到位啊。好，过。看它这个款。看到吗？是不是我上午说那个特点？嗯，这件稍微高一点啊，但这是没问题的，其他都对。你看这一撇是吧？你看是吧？外圈色深，内圈色浅，一般都是这个情况啊。再放大一下，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一件会不会是成化早期的？嗯，应该是啊，要是说分期的话，再分期的话，应该是稍微早一些。是，双圈款应该相对来说比方框款要早一些。这就是那个海马纹天字罐啊，天字罐。我刚才讲这株黄彩在这儿，看到没有？这株有一株黄彩。李老师啊，嗯，那个黄彩和那个就是教育文上面的黄彩一样，是一样一样。我刚才千岛博物馆有一件这个。有一个叫天马海马。李老师，那个浪花是不是北釉啊？啊，北彩。哪个？白彩。这个？白彩。不，没有，这是煤田彩。煤田彩。哎。它上面没有白彩。这马，你看这眼睛啊，很有神呐、啊。而且带着这个火焰，这个两肋啊出现这种火焰啊。好，你看这一株黄彩，看到没有？我就讲这个地方要大家要注意。哎，这是景德镇窑厂遗址出土的。你看它这种盖，这种我就说叫伞形盖。刚才咱们看那是平顶圆盖，对不对？这就是海怪、海兽，像个你两只象鼻子，然后两只象牙一样出来。刘老师，这个概念。对，这是窑厂遗址出的，一二头是拼起来的，啊，拼起来的，是，这整个都是粘起来的。像这种乱罐子，大概价值多少？现在啊，也是很贵的。那个好挖。现在也很贵，这个不是几千块钱、万八千能下来的。
这种西湖界现在就不得了。它西湖这你看那白的是用什么东西？石膏。石膏。嗯。石膏掺什么？掺的东西嘛，掺胶掺的。对，胶。它除了这一种红菜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油红？啊？油红。有有有。啊，有一种油红。对。好。这样就是这个缠枝莲的画缠枝莲的天字罐，这个东西现在仿的很多。你要但是仿的呢，我感觉它画的都不太，造型也有一些差别啊，造型也有差别。这个也是单一的绿材，很淡很淡雅。现在，刘老师，他那个盖面上画的，画了一个团状的莲花。红彩，上面是红彩。嗯，这个盖是复辟的吧？应该。这件盖是原盖，这件盖是原盖，后边有后配盖，大家能看出来。这个这种罐万历时候也仿，康熙时候也仿，但是它仿的不像，不像。好，咱们看下边，它的款是吧？哎，这个上面这花短，下边这花长。像这种罐儿，不是说有等级，它只要它天子就能开的。它这个天字啊，可能就一般都是说它就是代表天子的意思，现在就是这种说法。这个图片上是火石红吧？对啊，它泛一点黄啊，泛一点黄，它不能叫火石红。黄衣服，嗯，这不能洗掉吗？像这种，洗不掉，洗不掉，嗯。那这件也是一件，也是画团状的菊蝶、菊花跟蝴蝶。还能调一点，再调一点，要求这件罐上有姹紫颜色，就是这个地方。姹紫一般的用在蝴蝶的翅膀上，啊，姹紫。大。哎，用在蝴蝶的翅膀上。这就是落花流水。肩部也是落花流水，这个地方。这种东西雍正乾隆时候仿的很多，一直到嘉庆都在仿啊，道光也仿，就这种罐。但是它那个色彩啊都不像。你看这件是吧，就是青仿，感觉好吗？嗯，它不一样，也不是不一样，不错了，情节那个糊涂的不均匀，有这块就行了，这块也值钱。这造型仿的还有点意思。他这时候加清代的时候仿的成化斗彩，好多有的给他加上了他当时的粉彩，他有渲染了都。哎，你看这些花瓣是不是都有渲染了，又深又浅。好，好，现在这样的话仿品一个也挺高的价值，现在这几年拍卖不少。哎，不是，就是，它是雍正乾隆时候仿品啊，清代的官窑仿啊，价格也很高啊。哎，这件呢就是成化斗彩之一，我刚上午说的，它这种扁腹的罐是吧？刚才咱们看的是高腹的，比较高的，这个就是扁，也有一个叫蜜罐的，就是蜂蜜的蜜。哎，这种呢就是画这种山石啊，花卉啊，还有这种蝴蝶蜜蜂啊，这是蝴蝶蜜蜂。这罐有多高？这个不大，大概7-8到10公分吧。哎，这是成化的，这成化的。这种东西康熙雍正时候都仿，但是他仿的画的特别细。你像这种小罐，他在当时是玩的还是干啥用的？啥用的？它应该还是食用吧，哎，所以有人跟它叫蜜罐，蜂蜜，嗯，
你看这件就是清代康熙雍正时候仿，是吧？他这个就显得很，怎么说呢？画的很那个细致。山，这是这种坡地的表现也不一样，手法也不一样。确实是按照刚才那个做的，但是他是完，并没有去追求像现代仿古那种啊。所以这是清代仿，它有这个特点。不像现代那个追求要各方面都要一样一样。你看这件就是现代仿，这不太清楚。现代仿。现在啊，这些年做的，但这件做的呢，还是不是很像，啊，不是很像。嗯。它也是仿刚才这罐。这盖做的也不像，啊，觉得这个地方起来的太那个弧线太大了。你看这个造型上呢，也有一些走样。好，看这是现在的方块，就是刚才那个罐儿。啊，年字差点是吧？但是它这种特点呢，还是出来了。但是这块就算是不错的了，明清仿写款都没有达到这水平。嗯，这块能蒙人。嗯，像橙子啊、桦子写的都有那种特点啊。好，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唯一一件那个盒，什么都材料，这也在故宫啊。这而且你看，它从这儿是破了粘起来，这个蝴蝶翅膀，这就是姹紫彩，这个。就不是很清楚啊，姹紫，这就是姹紫，上面画的有蜻蜓、蝴蝶，还有蚂蚱。嗯，这是蜻蜓。是哪个是姹紫啊？这个，待会儿看下边那个，看是不是清楚点，这差不多。下一张待会儿看，啊，这个清楚一些，这就是差不多。啊，跟那赤铁矿那种颜色。这你看，这个作品蒸起来就是烂的，还是烂？对，这些东西买的时候就是，这还是真的后收的，但也不是这些年了，还早了。那就是这儿裂的，但这东西一点问题没有，确实是成化，没问题。底油款，它这个没有款。底油款，双圈款，这是从俯拍的啊，盖面。这原的元器这个盒就这么一个。那就这一件，没见到第二件。景德镇出土的有，哎，传世的就这一件。没有见到第二件。好，这他的款看到吗？这件东西啊，圈稍微大一点哈，但东西这款什么特征都对。你看里边这个圈更特别浅，
没问题，这东西确实没问题。那个写的是新四路幺幺零那种。啊，那是我们的二号古文物号，文物号。这地方，我是那个新字。嗯。新字啊，刚刚拿到。新字。后来收进来的。对，新字是49年以后入场。故字号都是49年以前宫里旧藏。这个秘密就泄露给你了，在别人都没泄露过。有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故宫出来的啊。哎，旧故宫这么写公众号，别地儿没有这个字儿，别地儿没有这么写的，真是的。其实那个不是一样，他新字版。看见一个这个写的这个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故字号、新字号。如果你们在哪儿发现有这种写这种号，你马上打电话报告故宫。真的，回去吗？啊，也丢过呀，也丢过呀。偷了也是。是啊。真有高手。这是鸡缸杯啊，鸡缸杯。这件鸡缸杯呢，是这个收藏在瑞士，瑞士有一个布阿尔收藏，布阿有一个叫布阿，这是在瑞士的一件，来咱们也有啊，在上面会讲到啊。这个鸡缸杯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就一两件啊，这是瑞士的一件，你去看下面，大家可以看其他地方都是这么画的鸡缸杯，形制也一样。对，他画这个鸡缸杯的鸡代表啥意思，这个纹饰啥意义没有，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这个。对。它上面画的是月季花，并不是牡丹。它这个因为是使用的，咱们刚才讲是右下彩一个右上彩的结合，所以这个鸡缸杯你这拿在手上看的时候啊，你看这个公鸡什么好像带点立体感，它的右下青花跟右上彩的结合。哎，大公鸡，大公鸡的鸡身没有那青花，没用那个青花描线儿。有都盖住了。有轮廓吗？对，有。是吗？是吗？都有，都有轮廓。它都是三根鸡尾巴这儿。三根毛。哎，都是三根毛。所以你发现，如果画的那种这个鸡尾巴上那个毛很写实的那种啊，那肯定有问题。哎，绝对不是成画的。啊，就是说现在都很写实这种啊，好多这个。一个大兴的，老师这里一个大兴。啊，你那儿有一个哈。所以说要注意，哎，它这个机关的这个地方，这个红彩啊，都是非常鲜艳的啊，血红血红。它挂的是什么青花盖子，看不见。对，啊，这件呢就盖的比较厉害一些。景德镇窑厂曾经出土过那种半成品。哎，它那个底图是圈足还是铁上的？这底图卧图，卧图啊。下面咱看到，好。看到吧，这不卧图吗？你看这个，我讲这个，这就是这个双方框块了吧，是吧？哎，咱们刚才在这之前看的那些还没有双方框吧？还没看到吧？哎，罐上有小圈是吧？有天字，哎，所以罐上也不用双方框块。罐儿也是双圈儿，都是刚才盒儿也是双圈儿，但是那个皮儿啊应该是双方框的啊，你看这个重笔这是不是色深呢，是吧，它这个框并不是很笔直笔直的线吧，这个鸡缸杯都是双方框，对，都是方框，没有加双圈的，一定是双方框。你看这个框是不是紧包着六个字啊？嗯，
哎，而且它这六个字的大小也是不一，你看这质子跟这年字是吧，它大小并不一致。瑞士的东西有没有请我们专家去见见过？那东西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其实都不用去再鉴定了，这东西一点问题没有。这东西的话，华为人民流出去了。这谁知道的？怎么到他们那儿？啊，他这个足这个地方摸着很光滑，这个地方，就这一圈，这一点没用，这一圈。方明那是火是红还是啥？它带着泛黄，就好像那种黄衣子一样啊，带着泛点黄这个釉啊，这对自然的。那穿竹啊？啊，这个地方啊，哎，对，类似于那种，哎，就胎釉交接的地方。哎，李老师，这个叫那个底儿啊，是不是那种说讲的那种，是两阶式底儿？不是，它是这样下来以后，然后就是握进去，不是那种二层台儿。二层就是两阶式，阶梯式的那种。没有阶梯。两阶。没有。介绍过有一种。鸡缸杯没有阶梯，没有这个足没有阶梯啊。刚才那位女士那不是拿了一件吗？你看吧，这是不讲。啊，你这个足对不对呀？啊，这个足是这个意思，但这个足深了。太深了，嗯，深多了就，哎，足啊深了，鸡缸杯的足啊没那么深，哦，没那么深，哦，对，有点摊形的大概，对，有点摊形，那是大小合适吗？收藏，日本私人收藏，这也是真的，你上干嘛去？这是碗呢，就在日本。这鸡形状有没有人像？一般的都是母鸡上面，这个母鸡上面都是身上落了一只小小雏鸡在上面啊，一只小鸡都是这样表现。这上面有一只小调皮，比较调皮小鸡落母鸡的背上了。这是碗的吧？所以他画的并不是很工笔，你看这小鸡画的很简练的，但是呢看的又很生动，哎，然后就吃虫了。李老师，今儿这个画有时候它是有没有写意思？带一点吧。那有的人像你们的，他并不是很工笔。有的专家的时候，就说这，比如说这个鸡啊，有的专家可能要问，那鸡尾巴是三个毛吗？你自己说。是。那肯定不是。他意思到了。不是三个毛，它是。是，鸡尾巴哪有三根毛的？一般都是很多的，是吧？公鸡啊。好。你看这件呢是这个我们故宫收藏的。当故宫是收藏品了。刚才有时候拍这个图片，有时候颜色会，这件它是比较逼真的啊，也这件还可以，比较逼真的，这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上海博物馆看见的好像很粗的嘛。啊？我们在上海博物馆看见的这个胎衣好像很黄的。上海博物馆没有鸡缸杯啊！上海博物馆没有鸡缸，不是鸡缸杯，是那个像那碗状一样的那个小酒盅的样子。啊！它没有鸡缸杯的。哎，不是鸡缸杯，是那个小酒盅的。是。颜色好像很旧的。很旧啊。嗯。啊，是。不是我看见的。这件你看在鸡身上，这青花能看出一点来，是吧？看出一点。来，各自看。它这个地方这个青花，它底下不是一根线，它是点点，点点下来。这是故宫就两件，北京故宫就两件金刚杯。是平时展出吗？展了一件啊，在陶瓷馆。现在在展吗？现在还展吗？陶瓷馆都可以看到。陶瓷馆。然后另外一件就是在库里了。去就是
那台北故宫有的有啊，我现在下面马上就给您看台北故宫的，它还多着呢。啊，台北故宫多啊，哎，那我真不记得了。刘老师，像这东西你都随时都可以看吗？是啊，那你太幸运了。有没有可能领着我们去读了？这种可能性呢？打坏了分毛。这都是在故宫都是定一级奖，一级奖最好。拍卖那件有没有？啊？拍卖的那件有没有？有没有图？有没有那个你的那幻灯怎样？啊，我没拍那张，我那儿有那个图录。嗯嗯。那件在那当中算怎么样？有的是，确实是不错。刚才我讲那个瓶上那个款啊，更那个淡，啊，它有深有浅。你看这个框画的更那个什么一些，对吧？更显得歪歪扭扭。哎，这是对的。现在他们有时候仿啊，很难画出这个特点来了。他画的都比较显得规矩，这就显得固执啊。这是清宫旧藏。这你多体会这个字的特点。好，这件是这个。康熙时候的仿品，你看这个这集画的就太次了点，是吧？哎，不一样吗？你看这只小鸡在吞一个蜈蚣的，你看，在吞的，往里吞的。这个造型也有点走样。什么时候的？康熙时候仿成化斗彩鸡缸杯啊。这个有写康熙款的，有写成化款的，都有。好，现在它这仿款，看看，你看这个款就差得远。你看这个大字多长啊，这是吧？出头。它这角呢，还给你搞成窝角了，对不对？对。嗯。成化豆袋实际上这个方块没有窝角的，它这给你窝角了。好。过吧。这件你看，这件是雍正时候画的。雍正时候，这也画的更瓷，你也记画是吧？这是官窑啊，按理说这个应该够不上官窑这个东西。嗯嗯。鸭子。画的是，你看这两只小鸡在争一只蜈蚣，你看，就嘴里叼着。像这样的杯子，现在大概价格都怎么是吧？康熙的拍过，康熙的鸡仿成化斗彩鸡缸杯拍过。大概也得一个一二十万吧。好，你看这个款儿，是吧？写的就不像，而且它这个方块呢，哎。你咋样看这个康熙版和雍正版？这个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些字体特征啊，还有它的彩，也有区别。对，有区别。我不清楚。你看看下边这个，你看这一下三个，这是台北故宫藏。全是成化的，全是成化的三个，这是真的吗？真的，它三个摆着不同的面儿。你看，你这样对比着看，你可以看这个款儿，它这个款儿并不是，你看这个款儿这个框线离得还远一点，是吧？哎，但是它都是对的，这个啊。有个框框
哎，对对，这个大小都一样的。嗯。看，啊？带点弧线，稍微带一点，但这种也很少见啊。刚才那它是那种顿笔，这样顿下来的是吧？但这都没问题。这台北故宫器型有一点点，器型基本上一样。你再看下边，这又是他们的三件，这就是六件的，都是纪念碑。对，台北那么多，台北故宫六件。这件你看这个角这就没接好是吧？有点无个角。它是回头的，这个角没回头。它另外一面，哎，这是那面那个是回头的，这杯子都应该喝酒用的吧？对，还有点六件，故宫两件。你看啊，故宫两件，台北故宫六件，这有八件，日本一件，九件，瑞士件十件，大英国大英德基金会还有一件。都是一样颜色，这个花那个几乎是紫的。对，这是十一件，拍卖一件，十二件是吧？可能基本上就这么多。哎，再有也不会有多出一两件、两三件，顶多了。他们也有一件。我这个意见还蛮像的嘞。咱们大陆这边啊，博物馆里边旧故宫有，其他博物馆都没有。旧故宫两件。哎，你知道这个鸡缸杯的情况，也收藏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鸡缸杯，并不是很多，也就这十几件。搞得好，你心里就是高手啊！哎，那时刻可以过了老想，不用还。看，过。你看这件就是它的叫葡萄杯。好，哎，你看上面这种大葡萄叶子，然后这种葡萄籽。嗯，这个也是很雅的。这不是叉子，叫葡萄籽。这个杯形状叫莲子形杯。像咱们吃那个莲子啊，莲子形杯。嗯，是吧，很秀雅。嗯，形体很美。这个就叫葡萄高足杯，这也是成化时期的。对，这也是成化当中的名品，成化斗彩的名品。这两件在哪里？这在北京故宫。这种高足杯啊，有的这个叶子弄的，有的烧的不是很好。这件不错。它的款在哪？这款就在我刚才上午讲，就在圈足的内沿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杯子这曲线很美啊，哎。有时候往往这个清代仿这种高足杯啊，往往仿这个造型仿不像。这高足的现在，那现在要是咱们做这种酒杯用来喝酒，也显得是不是也是够漂亮的杯子？哎，啊，不敢喝多了。好，你看这个是。这个是它的缠枝莲高足杯，哎，它这儿起一个竹节，成化斗彩杯子起竹节了，它就是这种杯子起，其他都没有这个竹节。那这个彩很鲜艳是吧？鲜艳。这个看上去也有啊，龙蛋有点。对，基本上没什么，平涂的。
这种杯子存世量不多。嗯，在故宫。这件也在故宫。它的颜色搭配的很好，所以说名不虚传嘛啊。好，下边再看这件，你看没有？这件就是一个清代的仿品。你看它这个形体，它底下这个展的也不够，这个你再倒过来看一眼，看到没有？哎，但是你要没看这个真的呢，看这假的挺漂亮的，也感觉挺，是吧？你看它这竹节起的也不好，这是雍正时候的仿。雍正时候放到现在还蛮可以的，哈哈哈哈，高一个就行，有一件这个还蛮好的，再看一下真的有不少钱啊，真的、啊、再看一下，继续拿过来再看一下、这个是真的、哎、对，这个是真的。我们今天去参观，就看这地方，这里都特别大、特别新，这里看得出来。那个纹丝，纹丝花的饱满，对吧？今天我们到那个建国饭店去看，我就是不去，去不去看雍正的。啊，雍正的啊，元青花的。没错的。啊，是不是那个德国纳高那个？佳士得。啊，佳士得啊，纳高那个是14号开始啊。德国纳高有一个他们德国私人收藏的叫在那儿预展，他德国要拍，大概给我记个请柬，大概这次他们德国要拍2000多件啊，在哪儿预展？在就是在国际俱乐部，好像是在国际，国际俱乐部是加的吧？14号，今天13号，15号16号啊，15号16号吧，不是14号，15号16号，嗯，就是国际俱乐部。嗯，德国纳高他们拿了一画的，跟这老头儿，您这手多大？这是真的，这叫英系杯。你看这手画的很大哈，嗯。他是个画了，就是带着帅意，你看没有？好，这个款这件东西款不是很那个清楚啊，不是很清楚。他那个不是带人了吗？嗯。他这个是那个脚上。他是画过去的。对。那几个都是贴边儿。这块蛋，哦，不吃了。底下不是也是有带那个，不是很，对，它有点圆，有点圆，它不会这种直的顿笔。哎，好，这个就叫凌云杯。这个凌云杯，这东西实际上没烧成功。你感觉倒感觉好看啊？它这个青花啊，就是青花，它烧坏了。哎，没发出那种颜色来。这就叫凌云杯。这个杯子清代也有仿，但仿它画的就很清晰。你看啊，下边。啊，这是它这款，这个款被磨过，这款被磨过，这是成化这个啊。这块我还放到了，换成这大子，就是红制的那种啊。我刚才讲不是那个隆庆啊，就是它磨到这种程度了，在红彩再写一个大明隆庆年造，哎，就是它不是这个杯子，另外一种杯子。那不是把釉都给磨没了？对，就是釉基本上给磨了一些去了。在回炉烧。啊，它倒没啊，对，它要加上红彩，它肯定要回炉烧一下。再烧。低温烧。你看从这儿看，你看这种浅彩，你看它轮廓在这儿吧，它彩是不是都溢出去了？哎，它多多少少都有些溢出轮廓线，或者是有的还不到轮廓线的，这种情况往往也有，它就是说不是那么掌握那么准确。好，你看这件就是雍正仿，
就仿刚才这个，他这就是很清晰的，在官窑仿，很规矩化。好，这件你看，刚才你不看鸡缸杯到底是有没有勾线、啊？这就是一个半成品，看到没加釉上彩的时候就这样。那么我上午说这个斗彩，我讲给斗彩的定义跟它与青花五彩的区别，你看这个也知道了，这就是一个半成品。哎，整个青花勾出轮廓线来，或者局部还有给你渲染一下，是吧？像这个鸡翅翅膀这个地方渲染一下，这就是没上彩就这个样子，上了彩就是刚才咱们看那样。哎，这是一个半成品，这是御窑厂一直出的。一看这个就很清楚了。好，啊，这还是那个故宫收藏的那个鸡缸杯。好，过。哎、啊，这个，这还是，这也是故宫。就像你看，尤其看青花斗彩这个红彩是吧，像那个雪一样红，很鲜艳。好，走，看再看，这都是真的。文老师，那斗彩的配色只有一种吗？就是说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配色？对，就是说我们看公鸡是什么颜色，然后花叶。都一样的配色。基本上是一样，但是它每两件杯子要摆在一起，你可以找它的细小差别，还会有差别的。有深有浅。对，会有深有浅什么的。它因为它温度啊，有时候掌握点哎，虽然它的料都一样。那颜色会不会互换？就是说，有的地方本来它红色，但是它变浅黄色的。一般不会的，哎。它基本是蓝色规律。它有规律，好。我是那鸡尾巴是那个。是哪个？那三根毛。这个地方。啊。有彩吗？青花的。这一件可能是就是青花。全青花。就是青花，哎，它这个东西照的有点走色。那是釉下还是釉上？青花肯定是釉下。对。这眼照着有点走颜色，好。走，这才是款。这件稍微有一点弯，哎，这个弯，这个。就刚才讲是，我讲没有绝对，但基本上都是那个什么。你要看它总体风格是对的。咱们前面看那么多，还没有一个弯的。嗯，这是一个，就是质子也有个别，也有越过力道的，很少很少。像我这儿，一会儿开灯。哦，好。这个就是这个成化斗彩的天字罐，哎，天字罐，这就是应龙带翅膀。这件收藏在英国伦敦大卫的基金会。青花发射就重，它其实也不重，其实你要跟永轩的比起来，还是属于淡雅这一类的。其实成化的斗彩就是这些罐儿啊，都显得很美啊，而且它这个色彩都很鲜艳哈。